在人生的中途，我似乎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被一些沉重的爆炸声惊醒，睁开双眼，发现烟雾弥漫，身下那片交织的土地让我感觉到已身处一个幽暗的地方。环顾四周才发觉我已来到这地狱之谷的边缘。这是一个被摧毁的地方，它曾经山泉汩汩，草木葱茏，如今却寸草不生，一片死寂。在那里我遇见一个向导，他背负破碎的镜像，行走在风尘里。他来自的那座山并不通往彼岸，他不会写诗，单从他肺腑发出的气韵却不逊于神曲。
一层层，我随它由上而下，看到这魔兽的玩具执行着无形的旨意。一步步，我看到了许多的生灵忍受着劳动的煎熬。
生命中最大的悲哀，是活在愿望中而没有希望。最悲伤的事，莫过于在痛苦中回忆往昔的欢乐。月光之下，那金碧的幽光，从未有使劳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。
这些人群经过一夜的装扮，决定他们浓妆还是淡抹的，不是他们的心情，而是风的速度。
曾经，我们在因太阳而喜悦的甜美空气中歌唱，而此刻，我却在破碎的土地上哀伤。
向导指引我来到这个奇怪的地方。据说矿主做了个梦，梦中山神怪罪他炸山，他便修了这佛像，以慰藉内心的恐慌。于是，财富聚集，众生散离。一切都由魔兽的旨意决定，而它隐藏着，如同这欲望的诱惑者。
我盯着他被铁流炙烤、被汗水浸渍的面容，那焦灼的脸庞并没有影响我看清他本来的面目。经过那红色的烈焰，我再次回到这黑色的幽谷。那些分解煤和石块的生灵们依旧粉末。Thank you.
他引领我去到他的山，这里仿佛一座炼狱，尘客遍地，众生危亡。在林立的墓碑间，
或许有我认识亦或没有见过的人正在煎熬或已解脱，这些被动的人群亦有悲哀的灵魂，但愿地狱中没有他们的位置。穿过那尘埋、烈火、坟墓以及那破碎的家园，所有的牺牲被炼成这钢铁，去建设那欲望的天堂。莫非我还在梦里？莫非我已身处天堂？这个崭新的地方是我所有混乱之梦的终点，犹如经历了大海的恶浪狂涛之后一座海市蜃楼。
在天堂，一切都是洁净的。在天堂，工作是轻松的，甚至有些无聊。在天堂，你看不到居民，因为这里被称为鬼城。然而，这不是一个梦，这是我们。我们就是那魔兽，那魔兽的爪牙。